出现来认你们了。波尼进去看看。我才不去呢，你进去看看。不行，波尼进去。你进去吧，我害怕。就是在那坐。进去吧。我害怕。让你去了，让你去了，请你等着。那我进去了。快点。等一会儿，波尼。哎呀，快点。我的天哪，我的手变成了玩具手了。波尼，我们回家把其他东西也拿过来试一下吧。好的，弟弟。是棒棒糖。嘎嘣。是雪宝。这里还有个气球，拿去试一下。波尼，快来呀！你快看，我拿了气球和雪宝。波尼带了糖果。那么把气球放进去试试。我的天哪，气球变得好大呀！气球变得好大。这次轮到波尼了。到我了。好。哇，变得好大。你看我的糖。真的好大呀。太好了。波尼把雪宝放进去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快点吉尼。雪宝，对不起。雪宝活过来了。我好大呀。你好。波尼，要是波尼进入任意门里面的话，会不会变成非常美丽的公主呢？是吗？那我要进去看看呢。好的。好，出发。怎么办？我的天哪，波尼变成小宝宝了。波尼，我们一起玩吧。波尼，我帮你变回原来的样子吧。跳啊。波尼，你太重了。我好晕的。你还晕吗？为什么呢？波尼，我们现在回家再拿点东西来吧。好的，我们走。天哪，那是什么呀？太好了。哇，好厉害，鸡腿变成一个巨大的鸡腿了。天哪，真的太神奇了。接下来我要亲自进去一下吧。天哪，我怎么变成警察了？这下没有人知道我是小偷了吧。吉尼，快点过来。知道了，波尼，我来啦。这里很危险，回去吧。我们还没完工。快进去。我知道了。不走吧。快看呐，我就知道能骗过他们的。我要用胶带把门封起来。完美了。好可惜。太好了，现在没有人能妨碍得了我。能把钱放进去的话，我就会变成有钱的富翁了。好放了。Oh!
哦，奇怪，哦天哪，我什么时候变回来了？